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。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《因缘小聚》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真的相当的难得，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之光。我想在台湾有这样子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工作者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，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人文的一些艺术精神还有爱。我们请到的是明华园的当家小生孙翠凤。期待就是你们每次啊都自我挑战，因为明华园每次的戏都让我们觉得是，可以说是在不管在规模上、在创意上、在突破上，每次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歌仔戏的一个新生命。演小生呢？我一开始是演小旦，对哦，然后没有，最开始是演动物，因为动物不用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台词，不用台词，因为我不会编台词。然后最主要是我的台语讲得不好。那我曾经他们让我有一次跟他要求，我说导演，我好歹也是三嫂。啊，他们都叫我沙姆嘛，沙静嘛，我辈分这么高，你都老让我演动物。我先生回来看戏，他都觉得他很没面子哎。我说让我可以开口吧，他说你要开口吗？啊，你台语要背好。我说好了，真的那一天高兴到晚上都没有睡觉，一直在背台词。然后我那天又出去演了，演一个小旦，我演薛丁山的妹妹薛金莲。然后我一报名哦，报完了，为什么台下跟台上全部都在笑？然后都笑好大声哦，笑到我好紧张，我的兰花指是颤抖的，因为紧张嘛哈。本来是可以比好好的，一听到打鼓的也在笑，吹喇叭的也在笑，下面的也在笑，笑到我快无颜见父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好紧张，就赶快匆匆的下去。那他们说啊，有三嫂，你的台语怎么这么破？他说台语是平仄音，最多，那个卷舌音没有，上扬的音很少。人家我们如果报名，我们会报说哪嘎戏金莲，你看都是平跟仄。你一报名是哪嘎戏金莲，我哪爹是林贵，我哪爹是林展，他们两个笑到不行，说你是山东啦还有啦，真的是差一点把他们搞砸了，因为大家全部笑场都不演戏了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明华园的经典了。经典啊，所以从那次以后，我又被冰冻，又回去演动物，又演了很久的动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台语没有练好。那后来我就真的是发愤图强，先把台语练好，再来练功，所以最后才练到那个第一把小生。
有六款本色味，能会风情。我有条真有种，潘老三你何必去换季呢？你家主，你家父，你等于你两季。好天不应，好地不利，谁叫放命哩？条是公安主，莫是你家父，风来真相信，奈何是冤家？刘玉环哪里走？今天孙老师有这样子的这个成就啊，其实从刚刚开始是这样子，这么辛苦，还演这样子动物演这么久，然后一路这样子走过来。我知道你还以30岁这个超高龄哈，30岁超高龄，真的在练功啊，允文允武，这个练功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应该是从小孩子就开始练，你为什么会啊？这个真的要讲说脾气很牛哈，怎么会这么？牛说要在30岁还要练功，那很辛苦哎，很辛苦。哇，你真的是很容易。我当年哦会唱戏呢，其实老实讲，明华园要的是人才，会唱戏的人才。所以他们的媳妇呢，本身都是佼佼者，18般武艺都会，不是小生就是小旦。所以他的媳妇呢，今天娶进门，明天马上上台表演。那只有第三房，我先生不会唱。那我先生娶一个外省老婆，然后又娶一个台北来的新妇，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寄望我可以上台表演。那其实以他们家的家规了，我知道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小孩是娶一个跟他们能够同步的，而且是同业的，可以唱戏的，这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。所以当年呢，我就觉得他们愿意让我踏进明华园这个大家族，进这个家门，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容易。他们的包容量很大，愿意包容我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，对戏剧一窍不通的新妇。所以这一点我就很感恩。那后来我在看戏当中呢，我被感动了，而且我也才发现说这一家族真的是需要的人手，不是像我学商的学贸易的，在他们那里是没有用的，他们要的是演员人才。所以后来我说好，我这个新妇不输给其他房，我跟你们同步吧，我就聊了去了，我就跟他们到处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去跑。其实那个才辛苦，因为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，我一定要有沙发，我一定要有床铺枕头我才睡得着。可是出去表演哪有那么多那么好的设备给你，没有，就睡在这种木板，睡在铁盘上面，铁箱上面就是你的床铺。那我的生活要改变，跟他同步。再来我要练功练唱，所以他几乎是一个人完全要从零，我要把自己归零，我才能够去面对那样的一个工作跟生活。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，可是当年真的很苦，最有趣的是练功。因为我骨头都硬了嘛，哈，对，那练功真的很苦很痛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每天就骂他们，我说你们是在给我五马分尸是不是啊？那个很痛的，差不多了。可是他们说你可以不要练啊，我们没有强迫你，是你自己要求的。我说哦，对哦，是我自己要求我要练功，因为我觉得呢，我会唱文戏的，
可是明王院常常有舞戏，那所有的媳妇都可以上，第三房的又坐在那里，又在看戏了，坐冷板凳，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我觉得我是一个优质的女性，是怎么可以常常坐冷板凳呢？是变成没有用的巡捕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有能力，这个是我最挫折感的时候。所以我要告诉自己，练功，我有一天要跟他们一样，影文影武我都可以，然后派给我什么角色我都可以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概念，那我就开始拉筋、劈腿、下腰，每天是泪水、汗水，然后陪伴着我的疼痛。天兄呀，祖谁祖地？公婆就很疼惜我，他说你慢慢练，练不过了就不要练，太痛了不要练，因为你身体会有气象台哦。因为他说我年纪大练功不容易复原，是小孩子练功他会复原，因为他们还在发育嘛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是在拉筋，那个腿都要放到大概肩膀这么高，然后还要带我女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她还在喝牛奶，那我就一大早两个母女像疯子一样，都没有梳洗好，头也没有梳好，就跑到练功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学步车就放着，我女儿就丢进去，然后呢奶瓶就喂她，快点快点喝，妈妈拉筋，我就一边拉筋一边喂奶。那我的练功是母女两个常常抱在一起哭，因为她看我哭她就哭，然后她都陪着我身边，然后我一边要带她抚养小孩一边要练功。你看我是同时要做很多件事情啊，要当妈妈又要当学生，然后又要去上台当配角、当主角、当野兽。我就想起来当年我怎么度过的，是我才发现说一个女人当她认定她是人家的心腹，她是人家的妻子，她又是小孩的妈妈，其实她有多重的这个角色在扮演的时候呢，是可以发挥她的潜能。我觉得女人的韧性真的很强，要不我觉得你看他们说三年出一个状元，十年才出一个好演员啊，十年哦就已经是老生了啊，谁看你小生，长那么老了还演小生呢？所以我常常鼓励自己，你只要过了一个关卡，你隔天就听到掌声，他们就会掌声给我，生嫂你进步了，你跟上我们了，那是最快乐的时刻，那是最快乐的时刻，我就忘掉我的所有的痛。
师真的是好好感动。常常这样子演下台以后，就是整个人就虚脱了，都虚脱了。我每次演完都是虚脱的。夏天我是中暑的，因为我太瘦了嘛，哈，就像大哥说的，看我这么娇小，怎么演男人啊，怎么演花脸，所以我必须要靠很多的精气神装备哈，帮我撑起来，那是外表，那当然自己的那一股气是最重要，所以那个外表也蛮重要，它是辅助我，所以我身上一年四季要穿一件这么厚的棉袄，那我们又不是在室内演出，室内还有冷气，对，都是户外，户外那个大太阳是这么西晒，晚上是热到闷住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那件棉袄又不能脱，一脱掉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够帅了，就为了让观众看到美美的帅帅的孙翠凤，我那件棉袄就穿着。那冬天呢，还好有那件棉袄，可是冬天呢，风这么一吹，我又有那种过敏性的鼻炎，那风一吹，我就开始鼻子就一直不舒服了，那再来就喉咙就开始痛，再来就咳嗽，所以我冬天一演的时候呢，那观众就看到，哎，那个小生这里为什么亮晶晶？原来是我的鼻水哦，不是鼻涕，是鼻水，流鼻水的，它已经一直在流了。那我常常要做一个美丽的 pose， 一转身，赶快擦一擦，又转过来，漂亮的小生，这个还好处理。当他到喉咙的时候，哇，我要开唱，可是我又要咳，怎么办？就憋住了，忍住，赶快把那一句歌唱完了以后，赶快关麦。麦把它关住，转过来，赶快咳一咳，转过来，又开麦，赶快又唱。哎呀，所以老师是的感觉已经是属于群众的了，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了，完全是属于奉献给群众。你这句话就是我先生在鼓励我。他说，我们现在是身不由己啊，不能够说你想舒服、你想休息就可以怎么样，没办法，现在就是。刚刚你说的，已经是观众需要你了，没看到你，他们会有失落，然后会抗议，那纵使他们知道你病了，也想看你出来，演一场也好，演两场也好，只要有看到你，他们就很快乐。一撒干呐，烈焰啊！可是老师，你这么辛苦，你还继续忙着做公益哈？那当然一定要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赞叹。那是一定要的，因为我只有在做公益这一块的时候，是我发自内心，他会给我最快乐，直接给我快乐。虽然是没有掌声，可是当我在能够有能力去影响别人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马上给你最好的回报。他会说谢谢你，他会说感恩你来。感恩你愿意来看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你想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能不感动吗？我都常常觉得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唱传统戏曲，一个很渺小的表演表演者而已，可以影响太多人。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的感恩的谢谢你，发自内心的感谢你。那我觉得我得到的都比他们还要多，因为我那一刹那我很快乐。观众在观音堂上
有。我觉得我最缺少的就是快乐。哎呀，因为我觉得要快乐不容易耶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我沉浸在工作里面，是，你就是全力以赴了。嗯嗯。那我的工作又是演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行当，不一样的个性，不一样的性别，嗯哼，男人演一个男人，而且这个男人是要能够保护女人的男人，嗯，所以我常常自己要盯，嗯，要盯住，而且精气神。要常常保持在最饱和的最饱和的能量状况。对，哎呀，我们要非常谢谢老师啊，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为我们谈到这么辛苦的这个过程，还有你这个非常成功的这样子一个背后这么多的一些过程。我想对于所有的这个青年人来讲啊，有非常多的启示和鼓励。我们要谢谢老师。老师还没有什么话要透过节目跟所有观众朋友谈的？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嗯，不要忘了身边的人事物。因为我因缘际会，为了想当一个好媳妇，嗯，所以我才发现我有表演的潜能，我可以站在台上，嗯，这样让我尽情的发挥，嗯，那台下的观众给我掌声，嗯，所以我取之于观众，也取之于社会，嗯，那我当然要回馈于观众，也回馈于社会，嗯，所以第一个再累再苦，我会用我最精湛的表演回馈给观众看，第二个。我用我有剩的时间，除了我的专业以外，其他的时间只要有公益进来，我绝不推辞。是，这个也是我们团里面知道，我跟我们团长，最喜欢做的就是这一块，就是因为我去做这一块的时候，我自己除了快乐以外，我还可以让别人也快乐。是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是是。老师，我们要非常谢谢你哦，跟你聊天真的是好愉快哦，感恩老师，谢谢。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非常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感谢的是锦华导播，也代表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因缘小聚，我们下次再聚，感恩。